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昨天我们给大家一起学习了《教观纲》中的开头，就是告诉我们教观的重要性，也给大家介绍了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的纲要。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五识，因为天台宗智者大师把佛陀一代十教判为58教。五识有通五识、别五识。这个别五识是指释迦如来成佛以后，经历了50年的时间，半个世纪，在这个世界上弘法的经历。当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看清楚了宇宙人生的实相。但他看到的实相，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可以看到，每个众生都能证得的最圆满的究竟觉悟。所以，他证得了我们所谓的佛性。成佛以后，他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离妄想，无失之，自然智，自得现前。从此开始，经历了半个世纪，到最后佛在涅槃会上，还再三的强调我们。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常乐我净涅槃四德。所以整个佛法从始至终不离佛性之理，没有离开讲佛性的道理。即便是净土宗、密宗、天台华严，这一切宗派都围绕我们一切众生本具佛性的这个原理展开的。那么，当佛他证得了最高的境界之后，他发现了一切众生太奇怪了。就我们轮回的众生呢，有2件事情是最奇怪的，啊，奇哉奇哉！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学佛的人，我们每天都告诉自己说，我希望得到最高的定力，最高的智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最希望自己能够过非常宁静而明亮的生活。宁静就是止，就是定。明亮就是光，就是慧。可是我们偏偏又不习惯这种定和慧，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奇怪的现象。作为我们学佛的人，你只要懂一点佛法道理，你就知道定力重要，
智慧重要。可我们习惯吗？我们不习惯。你看看，就像现在我们大家不要有胡思乱想的心，也不要对世间有任何的追求的心，你这个心就非常的宁静，你马上就可以静下来。然后你对自己的环境，对我们修行的方法都很清楚，你念佛念得很清楚，持咒也持得很清楚，做什么事情都比谁都清楚，但只需要你前提不要胡思乱想。这个感觉随时都可以找到。那你现在听课也一样，你根本不需要去考虑说我要记住什么，我要听懂什么，你不要想，什么都不需要想，但是我讲的每一句话你听得比谁都清楚。这种感觉本来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内心既能够宁静又能够明亮的这个特性，可是我们都不习惯，我们这颗心啊，老想要弄一点捣乱一下，哎，看的东西总想去看一看，追求一下，让这颗心呢难受一下，难受了再去找办法去对治一下，哎，总希望这个自己捣乱。本来你这颗心你看多好，不需要捣乱，谁也捣乱不了你，可是我们天天就自己在那里折腾自己，梦幻颠倒，所以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本来都具备如来智慧德相。什么叫如来呢？就是内心如如不动，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叫如来。智慧就是照料一切，心没有动摇，却能照料一切。这个时候你所显现出来的行为表象都是最庄严最圆满的。那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如果内心没有妄想颠倒，你如果很清楚，你就是最圆满，你没有打瞌睡，又听得很清楚，然后你的行为动作非常符合这个法理的规则。我们上殿过堂生活工作都是这样，这个是如来智慧德相，在你的整个生活随时可以显现，但我们就是不习惯去感受这个，不习惯这种状态，这是第一大奇怪的事情。第二大奇怪的事情呢，是我们从小到大无量劫来天天就是为自己去追求外物，我要名要利要财要色要房子要汽车，哎，现在呢我要修行要正果要成佛。诸位有没有想，你成佛是怎么成的？是把那个我指的有我指的这个我把它带到成佛的世界去吗？是不是呢？不可能，我告诉你，那个我执的我本来就是凡夫的境界，凡夫的境界必须消除，你的圣人境界才能现前，并不是把这个我带去成佛。所以有一天我就问学生说，你们学佛想干什么？诸位，你们学佛想干什么？想成佛，说对了。不想成佛的都不是好的佛弟子。想成佛，想成佛，你拿什么去成佛呢？比如说我做桌子，我得拿木头来做。你想成佛，拿你的那个妄想去成佛吗？不可能，是不是？那么拿你的肉身去成佛吗？也不可能，肉身几十年就完蛋了。那你除了这个肉身，除了妄想，你现在你看你还有什么？就是你不妄想的时候，不妄想没有颠倒，哎，远离这个色相，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我，
那我们一直以我为中心去追求，总怕自己失去什么，总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东西，其实恰恰错了。如果你把那个我放开了，把我扔掉了，昨天说的跟诚实全部扔掉不要了，这个时候那个我没有了，你才真正获得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言语动作自由。可是我们又不习惯，我们偏偏相反，我们就是围绕这个我去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你把这个我扔掉了以后，你才能更自由更好的在这里生活乃至解脱，但是我们呢做不到，我们舍不得把这个我扔掉，所以你在这里一直颠倒。这是一件在人世间最奇怪的两大事情，所以佛陀说奇哉奇哉，奇怪奇怪。本来大家都具备这种智慧，却我们由于妄想颠倒，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的。妄想就是你可以宁静可以明亮可以有智慧有定力的，你不习惯乃至妄想。执着呢，是我们可以没有我的生活，可是我们天天就是要为了我，所以在这里一切痛苦纠缠不清。你如果把这个我拿掉了，你现在拿掉一下，你现在就是一个大智慧大解脱的人，就在一念之间可以穿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佛成道以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把这个内容告诉一切众生。所以我说，如果诸位你修行有受用了，你再去弘法就不一样了。佛陀就是自己成道了，他才正式来在这个世界示现的时候，正式来度众生。当我们自己有了真正的法喜，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法告诉给众生。原因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发了菩提心了，我们愿意度一切众生。有一个法师，他学这个楞严经学得非常受用，在佛学院里面教书学得很受用，三更半夜他就跑去把学生都叫醒了，说我要给你们讲楞严经，然后讲的境界很高，楞严境界啊，这个守楞严大定是没有错定也没有入定的，一直在定中。他讲的学生迷迷糊糊的也听不清楚，然后讲完了，他满意了，他说我不讲了，我可以回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真有法喜的时候，你最大的想法就是让众生得到法喜，而且呢把自己了解的最高的境界最好的境界赶紧给众生说。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说法，他说华严经的道理，所以最初时叫做华严时。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三七日中讲华严经，我们先讲比武时。经过了三七日中讲华严以后呢，他又发现了这个境界太高了。你说现在如果就讲你们大家都已经是佛了，我们大家全部傻掉了，我明明是个凡夫，你们怎么说是佛呢？我们受不了，本来其实就是佛。我用个简单的比喻经常跟人说，如果现在释迦佛坐在你旁边，你猜他会怎么样呢？他肯定就这么坐的，跟你一样，他不会这个坐在桌子上，那不会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想，如果释迦佛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吃饭，他会怎么吃呢？那肯定我们用筷子他也用筷子，我们往嘴里夹他不会往鼻子里夹，是不是？你的行为就是我们经常会高推圣境，把佛的境界想得哎呀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当然佛的世界是庄严自在的，我们现在是人的世界。你在拥有了人的肉体以后，如果佛陀在人间成道，他也视现人的这个身体，跟我们生活也一样的。佛在印度诞生，你看他也遭受了金枪麻脉之报，最后三个月他还背痛，那就是
他所示现的这种状况是我们人间的状况，但是佛内在的境界证得的最高的不生不灭的境界啊，是华严境界。所以他把自己最高的境界讲完以后呢，就有一点跟现实啊觉得脱节太大了啊，华严世界太伟大了，所以很多人听不懂，听不懂了怎么办？那他由于有大的悲心在这里，有一句话说，如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你看我们自己不得度都不会很伤心，所以在那里就像蚂蚁虫子，他在那里爬也感觉很开心的样子，他不知道受苦。我们人呢在轮回六道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苦，但是佛陀知道，我们太冤枉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乃至十方法界唯一的任务或者说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众生离开痛苦。既然我们一般的凡夫觉得佛的华严世界心佛众生毫无差别，体会不了，那佛就把这个台阶往下放。昨天给大家讲过了，他当他台阶放到最下的时候，那要讲第二识的法轮，就是阿含识啊，五识的第二识。阿含识佛讲是阿含经，甚至是五阿含。阿含经典的内容主要是以解脱道为主，他不讲菩提道，或者隐含着讲菩提道，秘密讲菩提道，并没有正式宣说菩提教理。那就是说在阿含识里面，诸位如果读华严读这个阿含经，你就发现他最讲的最多的就是色心二法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是他讲的最多的。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就是当他讲华严世界说一切众生跟佛平等的时候，哎，我们看看我还很受苦，你讲这个听不懂，听不懂呢，那佛陀就给我们解释了，说你既然听不懂，那我就告诉你。所以到了鹿野苑初转法轮，对五比丘开始转四谛法轮。四谛就是四种真理，四种现象的真理。第一种就是世间是苦，这个是苦是可知性的。哎，大家讲你是佛你不知道，讲你苦你总知道吧。此是苦可知性，此是集可断性。苦是有原因的，集就是苦的原因，苦集。什么是苦呢？说世间有三苦八苦无量众苦，指一个苦字。然后什么是集呢？说世间的集是由于我们迷惑造业，然后受苦，受苦了再迷惑，那这个惑业就是有见惑和思惑，也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和错误的做法导致了人生的痛苦。你对人生对世界有正确的看法，你就慢慢的就不会有错误的做法。所以先要有正确的看法，然后才能有正确的行为。正确的看法就要破除见惑，正确的做法就要破除思惑。所以讲见思二惑如何破除，这是想破除见思二惑，那么就要看破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对于善根深厚的根基比较利的众生，直接就告诉你色心二法皆不可得。色法是外界的物质，心法是内在的精神，这两种完全是我们的幻觉错觉迷惑导致的。那善根深的人一下子就舍弃了，诸位能不能舍弃一下，把你现在拥有的色法，把我们内在的心法，你心里的所有一切思想观念价值评判甚至思想状态，
外在的山河大地乃至肉体之躯，全部一刀两断给它割开。那色心二法空掉了，它就证得涅槃。你在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一样东西卡住你了。所以世俗的哲学家他都在追求到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有人看了佛教华严经一句话说，印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佛教是唯心的。佛教唯心的讲要修心要养性，要培养，一切事物都是从由心而生，但是他只看到了文字的表面，没有看到文字背后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再看到七佛记有一句话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已无。他一看心本来没有生，是因为有了境你的心就生了，因境而有，那佛教是唯物的。你看，物是第一，心是第二。注意看是不是，我们平常心里面有妄想，会想东西，你说你能不能想一个没有的东西？你能想得出来啊？你想不出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有东西你才能想，哪怕你想到涅槃，都是因为你听到了涅槃以后才会想到涅槃。你能想出一个没有的东西吗？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妄想是源于外境，你才能构成了妄想，就是一根源于这个法尘，法尘就包括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所以呢，那些哲学家就以为我们佛教是讲唯物的，其实也错了。佛教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讲这两句话它是有站在某一个角度给我们说的。站在什么角度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你一切妄想颠倒都是因为有境有尘才会有妄想颠倒，你没有妄想颠倒了，没有妄想了，你停下来，这个时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内心并没有妄想，这个时候是你的根。如果你源于一个尘，包括是思想概念，法尘其实就是概念，有物质的概念，比如说那个门是红的还是绿的，琉璃瓦是黑是绿的还是黄的，那这些是物质，物质概念在脑子里面出现了，这是色法的法尘。如果我们想，哎呀，我哪一年哪一天很快乐，那个快乐呢，它又没有颜色，它又不是个东西，我们想到了某人对我真好，那个好也不是个东西，那就是心法的法尘。我们想到涅槃想到菩提都是心法的法尘，它不是一个色法。所以你只要想到一个东西它就是法尘，那能够想的那个是你的一根，就一根缘法尘产生意识，它本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一根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我执。你学过唯识就知道了，唯识里面讲八十、七十、六十，第八十叫做心，即起明心；第七十思量为意；第六十了别为识。这个思量为意，就是指意根具有强烈的恒审思量的能力，它一直不断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我们大家说我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生到死，支持我们最多的、指导我们最多的就是这个家伙，第七识。所以打念佛七，打禅七，为什么要打七呀？不打六啊？打六不管用，六是第六意识妄想，你妄想停下来了。你如果现在什么妄想都停下来都没有用了，你以后可能入这个 无想定去了，什么都不想了。可是
你地基石要是打破了，你就解脱了。那打七呀、啊，是要抓住这个七打。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阿含的佛教里面，他没有讲第七识，但是他讲一根。你们学过这个白法明门论有没有学过？白法里面把色法十一，心法八，51个心所法，24个不相应，6个无为成白法。在100个法当中，他介绍的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和内涵，佛教的心理学，乃至佛教的社会啊、人际，整个世界运作的关系，白话里面都讲了。但是他唯独没有提到一根没提到，就是六根六乘六十，在阿含佛教里面他讲得很详细。那当我们把色心二法都看破了，你解脱了。所以佛教并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他不讲我们凡夫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心和物全部都是建立在我执基础上的强烈的错觉。如果你善根稍微浅一点点，你对心的执着更重，对物的执着比较轻，那就告诉你无蕴。色就是代表物质，色法，受想行识，这是心法，色心二法。那这个心法呢就分开了，我们平常说我们有颗妄想，但是他告诉你，你这个妄想有四种状态。第一个就是感受，你知道冷，知道热，知道苦，知道乐的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常常会把感受当成自己，其实你细看啊，感受不是自己。诸位有没有痛苦过？如果没有，你现在可以掐一下自己的手，让自己痛一下。你看这个痛的这个觉受是你吗？我们平常的感觉是我痛，对吧？我觉得很痛，可是我痛这个我跟痛是一回事吗？又好像不是一回事。痛只是手痛，我们感觉哎，我的手在痛，他又没有离开我，可是呢他又不是我。在痛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知道痛。你知不知道痛啊？你看，知道痛，我知道痛，是不是这样？我是主语，知道是谓语，痛是宾语了。那个宾语就不能是当主语用嘛，是不是？所以痛本身不是我，受是我们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这个痛的觉受。想就是把这个痛理解起来了，了解了。这痛本来是一种状态，我们能够了解这种痛的状态，就是知道，我知道痛，那个知道。痛的背后有个知道。然后呢，这个知道它会不停的改变，不停的变化，千流变化。所以这就是行，是受想行识啊。我们的变化太大了，小时候的想法、现在的想法，或者现在的想法、等一下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是千流变化，从来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生命之流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一直在延续的，相似相续的状态。相似就是今天跟昨天相似，相续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但我们的错觉是什么呢？我们总觉得我就是昨天那个我，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是强烈的错觉。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昨天的那个我，我们是已经经过变化了，就像你这个腿一样，不能踩入同一条河一样。我们踩入这条河，这个河水马上已经流下去了，你就站在那里也不是同一条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沿着这个时间，我们生命的规律就一直在延续着变化，但我们没有觉察。
所以这个行呢，是代表生命的无常。我们思绪内心的无常，正无常的状态非常强烈。我们往往会把这种变化当成是自己的，我昨天怎么想，现在怎么想。最后一个那个实就是我，在阿含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实是仅仅指第六识和第七识，第六识的强烈分别，第七识能够分别的这个我，我在分别东西，我在理解东西，这两种状态构成了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分别就是这个会分别的心。所以这个心它蕴含着是轮回的这一切，那怎么可能是唯心呢？如果是唯心的话，那佛陀讲出世间解脱道和菩提道就等于白讲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你如果执着心，你把心看细一下，分开四类受想行识，然后一个一个观察，到最后发现照见五蕴皆空。只有照见五蕴皆空了，你能够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就是阿含佛教里面来告诉我们，对心执着重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对色法执着重，物质执着很重的，他把物质又分开，把心归纳在一点。物质分开哪里呢？就是讲十二入，或者说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这是色尘。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主要还是指色法，就我们脑子里面能想出来有形象、有色相的这种法。所以这个唯识里面他讲色法十一心法八，色法十一个就是指六根的前面五根加上六尘，五六十一个，他把这个法尘归纳在色法里面。在解释的时候就说是法所摄的色，法尘里面所包含的色法。因为你对色法执着太重了，你接下来就去观察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这六五根，那加上外界的声音色声香味感触和我们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一切色法到底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实属于他自己的，你观察一下有没有。没有。眼睛是有各种外在的器官这个视网膜球状体，甚至视觉神经，有这些构成。就是视觉神经，眼睛上的这个浮尘根和近色根，这一切根法它又是依照别的器具造成的，缘起之法。那耳朵也同样是缘起之法。那么眼耳鼻舌身跟外界的一切色法，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我们的声音也都是因缘和合的。这因缘和合当中没有一个是我，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常变化。所以小乘的三法印，就阿含经里面讲的，他用三法印来印证这个法是否符合佛说。那第一个，观察一切事物，开始你要观察就是观察它的无常，观察它的变化。所以第一个法印叫诸行无常，就是观一切法之时开始，最初你契入生命想去观察的，你能够发起出理性的，也是观察我们人生无常。生命是无常的，时刻在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东西。你看我们桌子板凳，甚至我们这个地球
这一切山河大地，没有一个是停留在那里不变的。你观察到吗？既然你观察到都是在变化的，那我们直觉上以为他们不变的，那个以为是错的。最严重的是我们观察自己，小时候老想长大，长大了我们又怕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心里总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以前的那个我，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强烈的我执，以为有个主宰，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主宰。你说我可以保健，我可以让身体长寿，其实也不可能，你只是做相对的努力。能不能长寿，会不会生病，是我们的业报而导致。你的行为可以改变你自己，但是不能主宰你自己。当你不能主宰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了，在生命当中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所以观察一切事物最终结果得到的一个理论，就是诸法无我，一切法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当他看到色法没有我，那么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根，我们能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法有没有我呢？也没有。于是他在心和物两方面就解脱了。所以三法印第三个就是涅槃寂静，你认识到无我，你就能解脱。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色法对于心法都非常执着，这个执着讲到种种庄严，就是不让我们落入偏空涅槃、偏真涅槃，所以叫谈偏次小，属于大乘典籍。讲完大乘典籍以后，这些在此土的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菩萨呢，他发起了菩提心，要度众生。于是呢，他心里又去感受，哎呀，众生太苦了，我一定要度无边的众生。他的心里面又变成一个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的这样一种状态。虽然心里面已经能够舍弃自我了，但是他的观念当中还是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怎么办呢？那佛就讲第四识的教法，般若。讲般若典籍，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当下即是空。你能够度无边众生，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无有一法可得。无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他不但要破除我执，也要破除法执，破除在心中升起的那种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的这种观念。你看《心经》里面，读《心经》，我们天天读《心经》前面这个总色的部分有三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色不异空是针对凡夫讲的，凡夫因为执着一切色法，执着我们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他必须要破除我们执着色法的执着六根六尘六识的这个世界。所以告诉你，色不异空。当讲，所以证得阿含佛教讲的证得空的涅槃。那这个时候佛又告诉我们，空不异色，你执着这个空其实也是错的，你要能够在色法当中升起受用。所以讲空不异色。讲到空不异色的时候呢，这些菩萨们就又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了，把这两者空和色两个又分开了。
在空的世界上面建立了设法的世界。这种状态在阿弥陀经里面它所体现的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讲有，有极乐世界可往生啊，有众生可往生，有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可以离开。它是以方等大乘典籍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整个教理都是建立在有的这一门上。大乘方等典籍非常了不起，就是舍去小乘回归大乘。但是般若典籍又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不要再执着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你也不要执着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这两者你终日吃饭没有吃到一粒米，说一切法不着一切相，度无边的众生没有一众生可灭度。你看《金刚经》讲的这些话，就是所于般若典籍里面的核心思想。这是第四十。讲完般若以后啊，这些大菩萨们能够与一切法自在，能够度一切众生，但是他始终不能把众生从痛苦的世界里面简单的拉到涅槃里。只要有小乘住在小乘涅槃的世界里，他心里面就着急，你赶紧要回归于空。这样一来，到最后佛陀在法华涅槃时，法华会上开权显时，把佛陀一代实教释迦如来在世间出世的本怀透露出来了。透露了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常乐我净，我们大家举手投足皆已成佛。若人散乱心入于唐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不但一称南无佛，若人举一手或护少低头，如是供养者渐渐积功德皆已成佛道。你举一个手都能成佛。那我们见到人阿弥陀佛举一个手，那其实按戒律说，按我们的这个律仪来说，我们见到人应该合掌才算恭敬。但我们经常看，我教这些居士教徒弟的时候说，你们不要举一个手，这是不威仪的不规矩的。如果你拿着经书不能一手 一直拿着经书一直阿弥陀佛，这样不可以，拿着经书就是阿弥陀佛，两个手福慧两足。但是法华经偏偏告诉我们，若复举一手也能有成佛的功德，点一个头。什么道理呢？举手投足皆为佛性极大之妙用。但这种道理你必须经过前面四十的调教，从涅槃的世界出来，发起大乘的菩提心，再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空而不空，有般若的基础，然后才能显发出法华涅槃时时机到了，机缘成熟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圆满的教法。那么法华里面讲的圆满教法，它包括了前面四十在里面，虽然他的境界最高，但是他没有离开前面四十。所以讲了三句话，说佛陀为时施权，为了时施了权，开权显时，废权立时，就像莲花一样。所以妙法莲花经用莲花作为比喻，莲花是为莲啊，故花为了莲所以开了花，花开莲现，花落莲成，花果同时，其他的所有的水果或者先花后果，或者先果后花，或者一花多果，或者多花一果，或者有花无果，或者有果无花，唯独只有莲花是花果同时。
花，一花多国，也是一花一国，那莲蓬只有一个，一个莲蓬里面有很多莲子，莲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已经在里面了。莲花掉下来，它的莲子就成熟了，所以花果同时。比喻我们佛陀在一代十教当中，前面的事实在讲的时候，他因为众生的根性未成熟，所以呢，他需要一步一步的教化过来。在什么时候成熟，马上就告诉你，你的心性、你的举手投足都是跟佛无二无别。佛陀释迦如来在此世界八千房，释迦佛他早就成佛了，不是现在成佛的，不是在菩提树下那个苦恼像，坐在印度视线的藏六金身，那个还是个劣印身，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反过来说，佛陀的这个教化这个过程，我们大家自己心性当中就具足了跟佛一样的功德，所以他用了方便品，用了譬喻品。我们穷子自己衣兜里面的珠，摩尼宝珠，其实就在你的口袋里面，一直没有失去。我们大家每个人自己本来就是佛。那一讲这些很深这样的道理啊，法华会上有五千退席，一天自己受不了了。但是根基成熟的众生，他都受到了佛陀的授记。授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你成佛，而且你自己肯定了，我决定能够成佛。这种授记对于学人来说，前面事实是全巧方便的，一时一时都是暂时的，只有法华才讲的实话。那么对佛陀来说，前面的事实都是真实的，因为前面事实无论你修观也好，回小向大也好，发菩提心也好，总是在自己的心性当中没有离开，都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法华时啊，他立了这个时就废了权，前面全教的教法就废除了。所以天台讲的原教就依据法华经最高的最圆满的境界，超越了前面事实。所以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也非前面的事实，然后又涵括了前面的事实。法华会上还有五千退席怎么办？在涅槃会上又把它追回来了。那佛陀太伟大了，我现在给你讲的当下是佛，你承担不了，你跑掉，等我讲完以后，在座的有受用了，他跑下来继续把那些五千退席都追回来。我必须让你知道你就是佛。只有众生都知道当下自己就是佛的时候，这种如来的宝藏在自己的心中打开了，佛陀一代十教才算圆满成功。所以如来到最后富足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本自具足常乐我净，福性不从心外得，不是从外得来的，是这样子把一代十教啊圆满讲述了。这就是别五十，五十的差别是经过五十的调教，最后成熟了才给你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讲述了佛陀示现的大事因缘。这是释迦牟尼经过半个世纪给我们讲法的这种程序。这是差别的五十，当然这里面有通五十的说法。所谓通五十，就我们以前有句话，有个偈颂说，最初华严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堂，法华涅槃共八年。这样子讲，可是这种讲法
时间上我们不能这么强制的确定。华严虽然讲三七日，但是华严有七处九会，在后面也有很多，比如说中间讲的这些舍利弗、莫犍连来跟华严会上跟佛对答的，舍利弗受菩萨的加持也讲了十住啊、十回向的这些境界，代佛说法。那舍利弗是佛在三七日之后，度了五比丘之后，马胜比丘才感召他出家跟佛学习的。所以《华严经》不只是在三七日里面讲，也包含了后面的事实。所以这个偈颂呢，只是说明一个大概，不能确定执着。那我们讲佛陀一生的这种弘化的程序，有一个别五识的这种认识，叫五识。通五识呢，就是在每一识当中都有其他识的叫法，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佛陀只是对众生应机施教。你有什么样的病，他给你什么药。如果你现在根基成熟，适合闻大乘法，他就告诉你大乘法。绝对不可以说我这十二年当中只说小乘法不说大乘法，这是没道理的。因为佛陀是一切智者，是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不可思议的无边的智慧。他对任何一个众生如慈母对自己的亲生子女，绝对不会说你现在根基成熟了，我还浪费你的时间，你在这里继续浪费一段时间，他绝对不可以这样。只要有根基成熟，他通过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在座的很多人，他不适宜听闻顿教法门，他在讲建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顿教的法隐秘的讲过来。隐秘的讲是什么呢？就我们讲缘起性空一样，缘起法讲一切法就是缘起存啊，缘起存在。但这个缘起存在呢，我们听说哦，缘起而存在的，但他在讲必须说缘起当体就是空。如果根性不成熟的人，他听不到当体即空的道理，这就是秘密讲了。根基成熟的人，他听到这一句话，马上就悟道了。所以同听异闻。在同一座里面，他听到不一样，同时也可以单独跟众生说法，在阿含十二识里面，十二年，或者说不局限在这十二年，在阿含十佛法里面，如果有根基成熟的人，适合听当体即空的法，那他也会单独给你讲，这当下就是空。如果讲般若无所得，但是我们心里面，刚听法的人不受用，那不受用怎么办呢？我们就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对生死痛苦很执着，告诉你当体即空你体会不了，那佛陀肯定也会慈悲的告诉你，你心要发心，发出离心，这个痛苦是可以消灭的，他会把阿含识的这些内容告诉你。所以随时每一识当中都具备了其他事实，只要根基成熟，就跟你讲，这叫通五识啊，五识相通，随时都在，甚至到最后法华涅槃时，也有这种情况，在法华涅槃当中，特别是涅槃经福律坛长，他告诉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不持戒律，听说佛性常住，每人具备佛性，他说啊，既然我当下就是佛，那我吃喝玩乐没有关系了。他就又轮回去了，又受苦。就像有些人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济公他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很多人讲这句话的人，他根本做不到，他最多只是酒肉穿肠过，烦恼心中留，贪嗔痴在心中留，他哪里有什么佛祖在心中留啊？证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呢，必须要扶持戒律。
当你持戒好了，然后你再谈法身常住，那你的福德智慧两样就具足了。所以五十当中，我们又不能简单的把佛啊局限在五十分别的角度，这叫通五十。啊，五十八教是前面的五十，就是这个内容。那么后面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化法四教。